主席，你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说要征召韩国瑜来领表啊？征召的方式跟时间还要考量的呀，要考量的。所以征召来领表的意思是说，就他也是要参加来。反正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认可之前，如果有征召，那个是我们采取的态度，我们不会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认可了候选人之后，再后来再翻案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就是我们会向韩国瑜来领表，试试看。你这个建议，我觉得可以重要的参考，非常谢谢。如果民进党推赖清德的话，那是不是国民党需要更强的人？就韩国瑜是不是机会变更大？我们都参考，谢谢。主席，你说，谢谢啊。